对啦。卡不卡？哎，我怎么感觉？不卡了吧？现在，刚才网不好。欢迎大家伙啊！欢迎来我们直播间看我四哥，看我们家大 seven 啊，看我们家老大小迷糊皮蛋子。你说咱俩这狗这些名字起的，石榴 seven 名字还算正常，是不是家人们？啊，那 seven 的名字还算正常，石榴、四哥、四迷糊、小迷糊、皮蛋子。啊，你说咱家这狗的名字起的多接地气啊，没换主播呀，段子都换瑶瑶了，主播也该换换了。我也想换呢，家人，我也想给你们换呢。那有人买我的号我直接卖了呗，行不行家人们？那 有人买我的号，那我要换了的话，以后你们不就看不着我四哥了吗？难道大家伙不再想看着我四哥了吗？不想再看着人家皮蛋子了吗？不想再看着俺家大 seven 了吗？还有俺家可爱的小老大，家人们，难道你们瞅我瞅腻了吗？家人们，瞅 seven 爹瞅腻了，还是瞅我家狗瞅腻了？是不是瞅 seven 爹瞅腻了？家人们，是不是应该换个主播了？狗不用换，换主播啊！但是我直播还没腻呢，家人们，我直播都没腻，你们竟然瞅我瞅腻了啊！好了，老师啊，皮蛋子，离腐妞远点啊！腐妞现在最近有点发情了，马上俺家腐妞马上就步入正轨了啊，马上跟我四哥就步入正轨，走入婚姻的啊洞房。我四哥现在护妻狂魔，四哥马上即将跟他媳妇儿走入婚姻的洞房啊，马上入洞房了。四哥腐妞现在不敢出来呀、啊、腐妞在里头。三万八说话挺有意思的啊，杨洋给我们播。今天晚上，今天下午的时候吧，我在那睡觉呢，知道吧？我在看孩子睡觉。俺家姑娘吧，说玩会儿手机，看呗。我现在看呗，啊，她不总看手机，知道吧？我寻思你看呗，是不是？你信不信皮蛋会挨咬，家人们？信不信？皮蛋肯定会挨咬。你看着啊，你看着啊，你家又有喜事了，又有喜事了，家人们，又有喜。你看着啊，皮蛋干啥去了？我觉得我有必要把皮蛋子关起来。啊？是不是？我觉得有必要把皮蛋子赶紧给他关起来。啊，有点给你点赞呢，还有给你点赞呢。皮蛋新来的吗？皮蛋不是新来的呀，皮蛋都老来多长时间了？咱大皮蛋都来咱家多长时间？这谁又吐了？啊？我发现咱家狗子他妈爱吐呢。等会儿啊，我先擦一下子，家人们，把这地擦一下子。地下他们几个吐了，喝水喝多了，喝急了。刚才出去遛弯来着，遛急了。四哥坐好了，四哥坐下，四哥坐下不知道啊。四哥坐下，四哥你坐这边先别动。四哥啊，你今晚上开一会儿。老师你在这不用啊，是不是？你的眼能变看见我心碎，这女人不在这个不能动，这个坐着坐着，这个坐着别动，你别动啊，待会儿就吐了，我给他擦一下。四哥呀，你说老爷说不让你动你非得动，我不让你动，你非得动。
踩雷呀、啊！下载狠啥呀？下载狠，女人生孩子很正常，狗狗也不也一样吗？那谁，老大，老大先进，老大进去，滚！来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，老四，老四出来，老四来，老四出来，我四哥，四哥出来，你四哥出来来。我看俺家腐牛是不是发情了？今天带腐牛出去了吗？咱们不是三小姐来，三小姐，今天咱们不是带腐牛出去了吗？一会儿，明哎行，这不进，明进去，明进，我看这笼子能装几个狗？别打架啊！你们几个不许打架啊！石榴呢？石榴在这里头呢。石榴不行，家人们，石榴来，皮蛋子，皮蛋进，我得把你关起来啊！我告诉你，皮蛋子进来，不想进。皮蛋回家，回家！你还喜欢上腐妞了，是不是啊？皮蛋还喜欢上腐妞了。腐妞出来，出来，腐妞来，腐妞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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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能不叫唤了？干啥呢？啊？信不消你？信不消你？谁在家？回家了，几点了？是迷糊也很好玩啊！我想看看俺家腐牛是不是真发情了。今天我带腐牛出去玩了，今天带腐牛出去玩来着，一帮狗都围着他，那帮狗都围着腐牛转啊。今天腐妞让人刮目相看了，越看腐妞越来越喜欢腐妞了。皮蛋什么品种？皮蛋是无毛狗，无毛品种啊，家人们，那是美国无毛狗。是，我也觉得是来爱的信号了。迷糊出门就怂，必须老爷抱着。小迷糊不是怂，家人们，他不是怂，他怎么的，家人们，他没有安全感，知道吧？他遇到一些就是他们别人家狗，家人们，小迷糊吧，一看人多势众。知道吧？啊，老四一看吧，人小迷糊一看人多势众，知道吧？他就害怕，啊，所以他不敢，他得让我抱着。我一抱着吧，小迷糊就胆儿大。你没发现吗，家人们？我在外面抱着小迷糊，小迷糊愿呜呜叫唤吗？是不是？就感觉他脾气可大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不抱小迷糊起来的时候，小迷糊在地下自己玩的时候一点脾气没有，啊？你看咱那个可怜的花盆。家人们啊，你们知道那花盆谁整碎的吗？啊，花盆玉米没有，家人们，狐假虎威，玉米没有，玉米卖完了。四哥呀，啊，腐妞啊，腐妞坐好了，腐妞坐好了，腐妞来，我看，啊，腐妞来，腐妞躺着，腐妞躺着。哎，怎么这？哎呀妈呀！腐牛就是，我的妈呀！腐牛真发情了，你看，看到家吗？腐牛这块看了吗？看尾巴上了吗？看不看到家吗？你们看到尾巴上了吗？看不看见？啊？看不上，花盆辛苦了，来信号了。我说我四哥咋这么着急呢？啊？看上了吧？红了，那这都红了不少呢。在这舔，反正在这舔。
我四哥又要当爹了，家人，四哥又要当爹了，恭喜四哥，老四啊，老四啊，抚妞这边生没事儿，家人们知道吧？我知道你们有好多朋友们不想让抚妞生，但是呢，家人们，那狗狗生孩子。这狗狗自己的权利，知道吧？再一个狗它必须得生孩子，知道每一只狗是不是现成的媳妇儿，是不是？这我四哥现成的媳妇儿，咱也不用出去找，是不是？给我四哥传宗接代，我四哥还没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儿子呢。的话容易得那个子宫蓄脓，知道家吗？所以得让狗子生，得让你家抚妞生啊！老四不是喜欢这白媳妇儿，老四是不是不喜欢这白媳妇儿吗？喜不喜欢，家人们，如果我四哥不喜欢的话，不可能不喜欢，家人们，那是因为你们知道为什么说你们感觉四哥没喜不喜欢他吗？因为咋的？因为抚妞之前没发情，知道吧？他对他没有什么感觉，那狗狗得发情来信号之后才有感觉啊。那我四哥妻妾成群啊，有食了，有抚妞，家人们，那你说老四喜欢谁？那肯定是天天宠着原配呀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四哥他不知道雨露均沾，是不是？那天天晚上都是俺家石榴伺候老四啊，整的俺家小石榴甚是乏累。你看看家人们，看小石榴容易吗？家人们，你说咱没有必要给石榴给老四多找一个媳妇吗？你看我四哥他原配都啥样了？这不人老珠黄了吗？头发都白了，你看看愁的，你看看那老四太生猛了，这么点小体格子，这么点小体格哪能经住老四霍霍呀？是不是？家人们，那不得换一个霍霍吗？那我四哥精力旺盛，你跟谁说理去啊？老四现在还小，他还是个孩子。那正好有现成的，就找个媳妇儿，是不是？啊，那咱们就撮合一段姻缘，是不是？祝福他们啊，百年好合，不行吗？就两个妻，怎么说妻妾成群呢？家人们，我四哥有两个妻，对我来说已经算是妻妾成群了。家人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才一个。他姥爷，我四哥他姥爷，我才一个，家人们，我四哥有俩，你说对，家人们，是不是妻妾成群？那一个木他是一个木，两木就成林子了，是不是？我四哥再找一个媳妇儿，那不还得上天呢？再找一个仨媳妇儿，不得上天呢？啊，嫉妒我四哥了，那肯定嫉妒我四哥，谁不嫉妒我四哥呀？应该是没到时候，家人们啊！但是咱们今天我真不放皮蛋子出来了，家人们啊！皮蛋再着急，再不放皮蛋出来，这皮蛋真容易挨咬。我告诉你，你就别皮蛋，今天晚上小牛都容易挨咬。你看，家人们，今天晚上看着，小牛都很容易挨咬，是不是？你看，都去呼着抚妞去，都去找抚妞玩，看不着？都去找抚妞，尤其小迷糊啊！皮蛋不能放了，今天高低不能放皮蛋出来了啊！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小皮蛋的这样式的，老四一口，他都容易咬着他里边大动脉，真的了，家人们，知道吧？我四哥真要生气了，一口咬着大动脉，那你说咋整啊？你不能出来皮蛋子啊！我跟你说，那可不是小事儿啊！皮蛋关起来吧，我就给他关起来，不让他出来玩了。啊，老四跟小迷糊他俩干仗都无所谓了，因为小迷糊有反抗的能力，那皮蛋一点反抗能力没有，一丁点反抗能力没有，知道吗？是我卡吗？我看一下咋这么多好朋友们说卡呢，家人们，这么卡吗？啊？
包子，你在这看直播呢？你在这看直播呢？包子卡吗？包子卡不卡？包子，嘿，花卷子在这看热闹呢。花卷子，花卷子，大花卷子，你搁这看热闹呢？你看家们，这小花卷子哈，够意思了。这小窗帘露个小缝啊，花卷卷小两缝之间在这露着露个脸，在这看热闹呢。花卷子，他以为咱看不着他呢。俺家花卷子和包子，他俩是咱们家的忠实观众了，家人们，他俩是忠实观众了，应该是铁粉了。为啥呢，家人们？因为他俩每天都在这看直播，每天都在看直播，家人们一声不吭，算不算铁粉啊？花卷子怀没怀孕？这我不清楚啊，家人们，因为我对猫吧没有什么概念，我不知道猫咪怀孕是有什么症状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你要比如现在吧，家人们。就比如现在吧，你说包子怎么看能才能看着花卷的怀孕呢？家人们，你就看扎头还看什么玩意儿？看肚子呀？没事啊，老爷不强迫你啊，花卷子，别害怕啊，老爷不强迫你，我对你不感兴趣啊。你小迷糊，我一猜，我一看，我刚才我一猜怎么的，家人们？我刚才我不这么式吗？我这样式的把花卷子放这个地方，我一看迷糊来了，我靠，我抓紧松手，可别挠着我啊。包子那天给绑完都不会走路了，走猫步，这老爷我赶紧松给他，一会儿迷糊来了指定没好事，知道吧？小迷糊来指定没好事。你看咱们家这个啊，家人们，这个本身就不富裕的咱这株，家人们，这株什么玩意儿叫家人们？发幸福树吧。你看本身就不富裕的幸福树啊，让我们家今天腐妞给它撞了一下子啊，雪上加霜。你瞅瞅家人们啊，我寻思怎么了，家人们，我寻思这个树吧在屋里的可能没有阳光的事儿，知道吧？我怎么浇水都没事儿。我怎么浇水都不行，知道吧？我寻思等到夏天了之后，春天了，天暖回来了，家人们，把这东西放外面去，知道吧？让它在外面待一夏天，我估计它肯定就好了啊。等到冬天咱拿进来，你看现在我估计是废了。这个树平平安岁岁平安，平安树，这花够惨的了。没毛病，看的都不眨眼。欢迎来到我们家直播间啊，你看看家人们，看俺家腐妞啊，现在成家里的香饽饽了啊，咱家里的香饽饽了，都围着俺家腐妞转。这盆像老爷的拖鞋，伤痕累累。花盆也有特色，花盆今天刚，我跟你说，今天这花盆怎么整的啊？家人们，我眼看着，我从外面看着呢啊。这个门以前的时候吧，家人们，我放狗的时候吧，这个门我一般我出去之后吧，我都给它关上。但是今天呢，家人们，今天我没关，我放出去之后就没关啊，知道吧？我说爸，放狗。我寻思门直接进来的呗，俺家腐妞扑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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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这个地方啊，家人们，到这个地方一下没刹住车，撞花盆上了，一下就撞坏了。腐妞正好换个大花盆，土换一下，晒晒太阳就非常好了。我估计是应该是它就是晒太阳就好了，家人们啊，一年不晒太阳肯定不行，光浇水也不行，是吧？我给它晒晒太阳，今年，然后呢，给它。啊，施点肥，我估计这个应该是有病了，这个花应该是有病了，根儿啥的，家人们不好了，上点肥就好了，这也太巧了吧？谁到了，腐妞扑腾的就下来了，真是的了，有的时候我都感觉为啥这么巧啊？咱玩点什么游戏，家人们？家人们，你们想看什么游戏？咱今天玩点什么游戏？咱们家明天宠物用品专场，家人们啊，左上角大伙点个直播预告，点个直播预约，咱们。明天上午10点半宠物用品专场，每周六的宠物用品专场啊，咱们明天马上又要开始了。腐妞太愣了，腐妞太愣了，老爷你家这花腐妞不撞上也够呛了，腐妞不这样不撞上之后吧，它可能长得不是那么特别茂密，知道吧？腐妞撞上之后只是少了一个花盆而已。罐头收到了，柯基可以吃吗？可以吃，咱俩罐头不挑品种，家们啊，不挑品种啊，下方小黄车。家人们啊，你们有需要啥，你们可以自己拍单。咱家宠物用品今天晚上就是活动价，老铁们，今天晚上就是活动价，早拍早发货，家人们啊，咱家宠物用品早拍早发货啊，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家直播间，左上角没点直播预告，大家伙点个直播预告，家人们啊，点个直播预告，谢谢家人们啊，谢谢大家伙。
我看我现在多少人预约？3.5万人，3.5万人。腐牛找你，今天没点名吗？哎，来个点名的游戏啊！咱今天来个点名的游戏呗，是不是？啊，来个点名的游戏。我不预约，我都天天来。感谢家人们啊，有好多朋友们，3.5万人预约，什么概念？家人们，3.5万人预约，证明3.5万人家里头都养狗，也不一定，也不一定哈。那有的人家里不养狗，也不养猫，就喜欢看。啊，以前有人啊，他就喜欢看老四带货哈，家人们也不吱声，就喜欢看我四哥带货。啊，我四哥在那播一天，在那待一天，直播间他也不说话，也不吱声，是不是？啊？纯铁粉啊。哎，花卷子呢？花卷子，花卷子干啥呢？花卷子，这你叼叼啥？我你玩啥呢？花卷子你在这边玩啥呢？花卷子啊，我就喜欢四哥，就喜欢看四哥。我不爱点预约，我每次都来，你只要开播就行，干啥都行，就乐意看。花卷子你干啥呢？花卷子一点不怕狗，老铁们，他一点不怕狗。你都不怕狗，不怕狗到什么程度啊，家人们？就现在哈，家人们，我有点吃的，我拿下去，花卷子肯定会下去跟狗一块抢，知道吧？刚才我拍段子的时候，手里头有营养膏，我拍段子的时候手里有营养膏，咱家这花卷子就在旁边，哎，那帮狗都在外面，他自己敢下去，要包子不敢下去，知道吧？花卷子敢下去，知道吧？他敢下去找东西。别的狗不敢，我家没有小狗和小猫，就喜欢看你直播。感谢快乐人生，我也不养狗，就乐意看。感谢笑笑啊，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咱直播间每位好朋友们啊，12级了。哎，点名，好好的啊，咱今天好好点名啊，我把手机支架往这一支啊，你们过来，今天好好点名啊，今天必须严肃，来，过来来。老四坐来，四个坐好，老大坐，三个坐来，腐牛坐过来，不许动。Seven， 你看你好好的，腐牛坐好了，那腐牛多听话呀，来，坐好了，老大来，坐好了，老Seven坐下。我喜欢狗狗，就是家里小区没法养，小区不让养啊，家们你。我感觉小区如果不让养的话，那应该都是基本都是大城市了，不是一线城市，就是超一线城市，那肯定是大城市不让养啊。等会儿啊，家人们啊，我看今天好不好使，谁不听话啊？我今天点名，一定要把这名点的明明白白的。坐好了，我们坐起来，刚刚靠近点，点名报数啊，谁都不准动，谁都不准动。着急，知道吧？他能闻着腐牛身上的味儿。老师，我回去，我现在点名，坐好了。
好了啊，老四，听听话。好，三步的。皮蛋子，你今天无论怎么着都不带带你出来的啊！真给皮蛋咬了，皮蛋太能叫了，皮蛋声够大。好，听口令啊，不许瞎，不许瞎来啊！老四过来，母妞，老四来。真不知道自己叫啥呀？啊，乱套了吗？哎，你们拉卡不？都想争宠，皮蛋呢是不是假尾巴了？哎，三嫂子，嫂子啊，坐。贵哥，我说现在吃，现在过来吃。小牛来。小牛过来吃，小牛啊！小牛啊！咱你是栽了，你看看这怎么整的呢？小牛啊！这么累呢？不动啊！老大过来！老大，谁是傻老大？他妈的，你是傻老大呀！你回去女儿，那还抢吗？来，老子上来，上来！
别迷糊，嗓子喊哑了，你放心吧，老铁，我这喊一天都不带嗓子哑的，知道不？我就喊到明天早上，我这嗓子都不带哑的，为啥呢？因为他姥爷啊，是金嗓子。下一位，使劲来，使劲，谁使劲，谁快来，谁使劲，使劲来，再回去，使劲来，使劲来，使劲啊。行，好，回家来，再回家，是不是？大家来，腐妞了啊！腐妞来，腐妞过来，他妈你是腐妞吗？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，你是迷糊，你是个小迷糊。好了，腐妞来。能看见吗？哎，真迷糊，说，真迷糊。你说啊，现在老大来，老大过来，老大有些等住，老大来，哎，老三，老大来，老大吃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，我看你吃，就老大能吃。直播间1000多人帮忙点小红心，坐好啊！腐妞，腐妞来，腐妞来，腐妞，你他妈是迷糊，你是迷糊，你迷糊，迷糊，你都迷糊吗？让你看看，你们你是迷糊，我都说过一遍了，你们是迷糊，迷糊。喂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老子在这儿，来，来。牛哥，这家伙给我累的，啊？晃急眼了，重来啊！回来，好好的。妈，你在我动态啊？不是抢零食，你给我坐。我怎么叫不明白呢？老大来，操你们，你们都是老大是不是啊？王队，王队，王队。不是王队，坐下，王队，再来，再来，不是虎妞，老四来，老
老四快来。快来，快来。走老爸来，老爸来啊。累死我了，这一天累死我了，乱套了。运动啊！老大来，老大来，三位你坐这儿。老大来，三位你看看他怎么越叫越糊涂呢？我寻越叫越明白，怎么越叫越糊涂呢？坐下。游戏越玩越迷糊，拉倒，不玩了，这游戏玩的，哎，真的玩的我都着急啊，家人们，玩的我自己都跟着瞎着急啊。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家直播间，家人们，咱们点点亮啊！大家伙有想吃土豆粉的啊？咱家土豆粉子嘎嘎好吃，家人们，想买土豆粉的啊，六袋土豆粉只需29.9元，家人们，六袋六包土豆粉啊，只需29.9元。玩崩溃了，真的，玩真玩崩溃了，家人们，你说本身刚才越挺听话的，这越玩越不听话，这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叫啥名了，你说玩这游戏有啥意义啊？一点意义没有了，给我自己累够呛，你看给我累的，家人们看，啊。给我自己累够呛啊！这屋还他妈死热的，现在气温回升，你就气人不？啊，在屋里达到24度了，24-25度屋里头，气温回升，现在是零下都没有了。感谢来过啊，谢谢啊，谢谢姐姐送来的大烟花，感谢姐姐送来的烟花，来过姐姐啊，家人们，再给点点关注啊！有想买土豆粉的家人们，土豆粉29.9元，给大伙发6袋，家人们啊，嘎嘎好吃。6袋土豆粉，家人们啊，只需29.9元啊，正常一个人量啊，一包是正常一个人的量，放点小配菜啊，土豆粉放点小配菜特别好啊。土豆粉几包料，几包调料，一包，家人们，一包调料啊，咱家这个土豆粉一包饼加上一包调料，家人们看了吗？一包面饼加上一包调料啊，这个调料是灵魂，家人们，嘎嘎好吃啊！土豆粉就这种的，家人们。日期是2022年2月8日，2023年2月8日啊，2023年2月8日啊，生产的，里边就是一包六包加上一包料，非常好吃。不吃不喜欢吃，家人们啊，收到货不好的话，直接可以退回来的啊，无条件啊。方法不对，都以为抢零食吃了呢。哎，我收到了。收到了，好吃，谢谢家人们。好吃的话，家人们给个好评，是不是？好吃的话，咱家好朋友们啊，咱们家好朋友们，大伙给三元店一个好评啊。咱这个下方小黄车所有的宠物用品全部都是活动价，家人们，全部都是活动价啊。然后你们有需要宠物用品的话，明天预约三元店直播。咱玩别的游戏吧，家人们，咱玩别的游戏啊。咱现在玩什么游戏呢，家人们？买了好多次了，土豆粉确实好吃。咱们玩抢零食吧，兄弟家们，3个3个一伙，行不行？仨一伙抢零食，咱们看仨一伙能谁跟谁一伙呢？首先 Seven 啊，老四不能跟小迷糊一伙啊。Seven 老四不能跟腐牛一伙，老四老大加16，兄弟家们。只让老大和老四加16一块玩抢零食的游戏，行不行？咱看哪个狗子，家人们，咱就看哪个狗子定力好，行不行？哎，咱不一二三，咱就一二三也行，家人们，一二三也行，但是咱磨叽一点，是不是？磨磨唧唧的有意思，
啊，挺有意思的呗。挺有意思的呗，这个游戏，是不是？咱就让他们几个磨磨唧唧的啊。你没有土豆粉，你没有土豆粉，咱有土豆粉，29.9加吗？6袋，29.9往前6袋是拍不了了吗？土豆粉，咱家这土豆粉那个今天拍，明天就可以发货啊，家人们，明天可以发货啊。下方小黄车宠物用品，你们有需要的话，你们可以拍，咱家们宠物用品有活动啊。来，石头腿咋了？小石头腿，他一直都那样式的，好久好久了，知道吧？老四跟老大。还有跟小石榴他们仨一伙，老四老大小石榴一伙啊，老大老四小石榴，老大老四小石榴，来进来，上进上进上进来啊，小明进去，小明进去，明进，你不能买土豆粉，什么意思？你不喜欢吃土豆粉辣粉的，你不喜欢吃土豆粉，你不喜欢吃土豆粉辣的，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什么？我看一下啊，不好意思，加盟啊，我看一下啊，买了好多次了，必须好评。没看明白，没看明白说啥？来，四哥坐下来，老四坐下。哎，坐好了，老大坐好了啊，福妞，老坐这边，坐这边来。辣酱改一下价格，那个价格咱也改不了，家人们啊，那个价格不是咱家发货，知道吗？所以那个价格改不了，单独放皮蛋玩一会儿。福妞坐起来，福妞坐起来啊，好。虎妞坐起来，虎妞虎妞坐起来，杜哥啊，杜哥啊，我怕发小们想自己接枪了，是不是发小们？杜哥啊，你们想谁？杜哥，杜哥，那花卷怎么看虎妞就想挠呢？啊？是不是？他看着花甲就想逃。好了，坐好了。好了，我坐好了。坐这，你不拉着他。不是，让小石出来。不能进来，不能进来。不对，我报错了啊！老师不能跟虎妞在这玩。啊。刚才卡了一下，现在不卡了。啊，咱看看狗子的定力啊，是不是不太清楚？模糊吗？是不是也不模糊？是不是？啊，很勇敢。来，咱们坐下，咱们坐下啊。好。
老大怕玩不过他们两口子啊，石榴志在必得呀，是右边那个，来，预备，一。我喊三了吗？我喊三了吗？给我有毒！老师有毒！老师这有毒！是他老师跟你说多些遍了，这个东西有毒。不要重新来。重新来。我说啊，咱必须给老大一个奖励。啊，哥，老大爷，你也进不走了。给你干，石榴姐，好，坐好了。老子坐下，坐这头，拿坐这，坐这坐这，石榴坐这，坐这，坐这啊！别着急啊，别着急 ，OK。石榴势在必得，老大太难了，我给老大奖励了，家人们啊，因为刚才我知道老大，老大没吃着，老大而且还非常听话，知道不？所以刚才给老大一个奖励了啊。腿咋了？小石头腿就那样式的，咱也不知道咋的呢。我带他去拍过片子，看过，没事儿。来，把这个钉了啊，搁这个位。老大终于出手了，啊！一卡一卡的，咋一卡一卡的？哎呀，我看一下，阿家网，我靠，连是哪个网？咋一卡一卡的？哎呀，我看一下，阿家网，我靠，连是哪个网？现在好没好？大家看一下了啊，我把那个网忽略掉，啊，咱有两个网，不卡，卡了。咱有两个网，现在把网切掉了啊，把那个网切掉了啊，你看现在卡不卡了，他知道抢不过老四。OK 了是吧，现在好了。不卡了吧。咱这个我这手机也是贱皮子，连上这个网吧他又想去连那个网。连上那个网之后吧，那贱皮子想又想连这个网，家人们。这手机。能不能别 PPT， 能不能别 PPT 了，什么意思啊？来坐好了，来过来过来，好了好了，来来来来，坐坐下，坐坐下，来咱们第一轮吧，不卡了是不是？表扬表扬完就先抢，预备，一，二，2.5，你是不是过分了？2.8。还想跟我抢？
下一组啊。啊！你是不是以为我瞎？小牛子随你，小牛子随你，八十，小牛子随你十六，小牛指定随他。姑娘视频删了，我删的。俺家姑娘拿我手机玩儿，拿我手机玩儿，一顿拍视频，拍了好几个，拍了好几个家吧。但是她感觉她好的只发了俩，感觉好的视频她只发了俩，啊，不像俺家姑娘原先的时候，那一下我就得发他妈发五六十个视频，拍好就发出去，拍好就发出去，啊。你没说他吧，我说他干啥呀，说他也不知道咋回事儿。怪老师老大，老大进来。老师老大进来，老大老大。来，小明进来，石榴。对，石榴进来啊，来，来你进来啊。来。老四底下的牙长得太搞笑了，四哥底下的牙，我看四哥底下牙，四哥底下的牙长得，我四哥外号牙不齐呀、啊、，MC 牙不齐，我四哥牙不齐先生，四哥过来，四哥瞅瞅你下面牙长得齐不齐，老四老四看牙这，老四、好吃的，这老四吃，四哥老大牙都不齐，他们俩。都是牙不齐先生啊，土豆粉子啊，拍一发六袋土豆粉，家人们啊，有想买土豆粉的家人们拍单土豆粉啊，29.9块六袋啊，咱们给榜一点点关注，一号麦我四哥他爹，我四哥他父亲，家人们给我四哥的父亲点点关注，一号麦啊，你们想看四哥的父亲的啊，就一颗牙不齐拍了，你们想看我四哥的父亲，家人们啊，可以给榜一点点关注啊，没见过我四哥父亲的家人们啊，我四哥的父亲长什么样呢？跟我四哥长一样，啊，跟老四老四老大，你看老四老大了吗？家人们，老四老大他俩加一块就是他父亲。老大是不是胖了？他们都胖了，现在，他们现在都胖了。嗯，来，在吗？你能坐这儿？你能坐哪了？你能坐？啊！你坐谁了？但是他们三个啊，家人们，我敢保证，他们三个，我叫他们的狗名，他们指定会过来。我觉得他们三个肯定不会掉链子。啊，想不想试一下子，家人们？啊，就因为一颗牙不齐的小牙，可爱，来，大家坐好了，坐下来。来，你坐下，三哥，来，坐，小明坐。咱先试探一下吧，啊，大哥，我先叫一下，看好不好使。啊，皮蛋急了，叫名字最有趣儿。来，三哥，你坐好了。别打了，重新叫啊！我现在重新叫名字啊！不许乱动啊！三哥过来，三哥，福建过来，三哥过来，三哥来，三哥往前走。好，福建来，一会儿来。
牛来，快点牛来，牛儿，牛来，虎妞。啊，小明听话啊，来，给小明一个奖励啊，啊，来，快来，快好使吧？我叫他们三个就好使了。虎妞坐好了，虎妞你坐在第一个位置。够不劲儿啊！再来，我再换别的名字啊！我再重新叫一下啊！是不是好使啊？是不是好使啊？把这个土豆粉做一下子，然后你吃一份呗。我今晚不吃土豆粉去。啊，好了，大家好了。啊，规则弄啊，规则。小牛来。你看，这小牛被欺负，我发现了，现在不就小牛欺负了，你俩怎么现在都欺负他了啊？小牛过来，小牛来，小牛上哪去了？牛儿，哎呀，咱俩聪明，我一直感觉咱家徐宇最聪明，啊，我一直感觉你是咱家最聪明的，三位啊，今天怎么回事呢？啊，小牛过来，小牛啊，牛来，牛啊，小牛你是真狠啊！啊，你回去三万，过来，我教你呢，你咋真狠呢、啊？牛啊，牛来，小牛过来，小牛啊，你看他真狠，这孩子整不了，你回去三万就真奇怪，一个梗，你说一个梗。一个勤快啊！你们俩真是的，啊！回家，三，不一个狠，一个勤快，他们两个。虎妞来，虎妞，虎妞来，快点，虎妞来。牛来，牛儿，牛儿过来。我先给你个，明明就是搁那玩游戏，这游戏整的嘛，整的咱俩都变傻了都。哎，虎妞才不傻呢。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坐下。好，坐好了，坐好了啊，坐好了。啊。以后点名的游戏我再也不玩了，知道吧？以后再也不玩点名游戏。坐下。最后一次玩点名游戏，以后再也不玩了。不许动！都数三个三十。一。他们仨还不如上一个组合呢，啊？哥，不许动！我都说不许动了，那怎么那么费劲吗？啊？一，
放了，不要再补这点嘞。放了，你这补这多听话，啥也吃不着。一、二，鬼子，二两五，你回去，回去听话，你回去，回去。给主任压力啊！你抚平这事，咋都别动的，你听没点？后来啊，大家只能少玩多一回。各位各位，一，真不听话呀！你们二位呀，啊！小姑娘，第一个，好，来坐好了，坐下来。好，回来，各就各位，你是挨揍千遍不厌倦的小人物啊！你宁可挨揍啊！小明啊，啊，一、二、三，那、你们又玩赖，你不玩赖你能抢着吗？你不玩赖你能抢着吗？啊，你不玩赖你能抢着吗？明儿能抢着吗？啊，罚站，罚站，坐这罚站。虎妞自己坐那排队，虎妞懂事儿，虎妞是超级懂事啊，明明黑黢黢的。欢迎家人们啊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咱们点点亮啊。给小皮蛋一个奖励啊，小皮蛋在里边待半天了，小皮蛋非常懂事，给咱给小皮蛋一个奖励。啊，这个好吃的呀，咱们有奖励给皮蛋子，奖励给我们家的大皮蛋啊，因为你们刚才都吃过了啊，你们几个都吃过了啊，但是小皮蛋还没吃，咱要给小皮蛋，皮蛋子。这有些叫他们斗智斗勇，嗯，小皮蛋子，啊，嗯，大皮蛋子，土豆粉拍一发六袋啊，家人们，喜欢吃土豆粉的家人们啊，咱们可以拍成土豆粉的吃啊。拍一发六袋，下方小黄车第一个链接。再玩点啥游戏呢，家人们？咱们再玩点啥游戏呢？啊，毛呢？
毛剃了，剃干干净净的，毛必须给剃掉。啊，皮蛋子，他的儿子以后叫什么？毛蛋啊，以后咱们给皮蛋子以后的孩子起名叫毛蛋。干啥呀，包子？你要挠我呀，包子？啊，毛蛋、花卷子、皮蛋子、毛蛋子，哎。还有他姥爷上次买的香菇鲜椒酱14块，今天怎么涨价了？还啥时候有活动啊？特别好，香菇鲜椒酱现在没有活动啊，家人们，现在没有活动，你们得等一等啊，得等一等。香菇鲜椒酱，我看能不能啊，我看重新能不能找个链接，看一下子，重新挂个别的链接有没有？挂一个别的家链接，香菇鲜椒酱是吧？香菇，我也要买。古迪拉克，蘑菇，古迪拉克。现在都没有活动了，现在是都没有活动啊。哎呀，你说现在直播咋这么累呢，家人？你说你直播玩会游戏吧，直播能到1000多人；你不玩游戏吧，直播间人心一下掉下来了，咋这么累呢？一不玩游戏人气就掉下来，太累了。白色拉布拉多少？白色拉布拉多多少？咱家没有白，咱不卖拉布拉多。我到时候再买吧，现在没有，家人们，谁家都没有活动。啊、哦！我看这么多链接都是没都是现在这个价格，3.99这个价格，别拍了。我把这个香菇下下架。假如你们想吃核桃，你们可以拍张咱这核桃啊，可以拍张咱这核桃。下方小王第一个链接，家人们啊，核桃，薄皮核桃啊，喜欢吃核桃家人们啊，新疆薄皮核桃啊，总共是29.9发两袋，兄弟们啊，29.9发两袋核桃啊。你看这皮很薄哈，那就等等吧。29块有两包核桃，新疆紫皮核桃，500克每袋，产地家人们，新疆和田地区，和田花坛，你看家人们，新疆和田地区啊，新疆啊。看我四哥有多爱石榴，再玩一个，看啊！你们几个喝点水去，你们几个先喝点水去，走走，老大来，走过来，来喝波水，过来，来。喝点水来，去喝点水去，不喝呀，不喝了，他们以为玩找东西呢。你说我这个花，这个花是不是得必须得
整个挪呀，家人们，这个核桃几包？一共两包，一共两包。家人们说这个花是不是整个挪呀？啊，他不能说连根拔起来，咱再给他埋土吧？那样人可能不行吧？是不是？必须都得拔出来，还是这土不好挪呀？我看是不是这花盆？这花盆干的啊？玩跑步机，小迷糊玩跑步机吧？那小迷糊愿意玩跑步机，成全小迷糊了，成全小迷糊了。那小包子皮子，小妞还上去。腐女还上去了，腐女一会就下去了啊！腐女一会就下去了，小迷糊锻炼身体来了。粘土一起，哎，带着花盆一起，买一个更大的花盆。换盆拔出来重新塞，像这样花像这么大个的话就不能说他得把土全，我估计全得把土都拿走，这种要挪不活啊。老师你看你就得看热闹，师哥啊，你看小迷糊这自己动手，迷糊老师你看你儿子，你儿子属于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，迷糊老四，知道吧？哎，你也去跑跑去，老四，你也去跑跑去，你也自己动手啊，老四，你也跑一下子，跑两圈，不行锻炼锻炼，老四，不行你也去锻炼锻炼呗，你瞧你儿子多勤快，这小迷糊，啊，小迷糊跑得好，大概给个奖励，迷糊来，好。给个奖励，哎，为什么他有好吃的呢？为什么小明有好吃的？这智商碾压一切呀！这要是猴子的话，猴子肯定知道去跑步去。你看小明啊，跑完就来了，都看我这儿啊，全体都有了，咱们集体上跑步机，一、二、三。上我看谁先上跑步机。迷糊是真不嫌累呀，咱们小迷糊啊。三幺你上来了，三幺你上跑步机。你看家们，咱家这些狗都有目的性，他们都有目的性，目的特别明确。啊，你老大呀，腐妞啊 ，seven 呢、啊，老四啊，叫包括小石榴，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，他就是过来要好吃的。小迷糊知道自己动手，其实我喜欢小迷糊哪一点呢？我就喜欢小迷糊这一点，他知道自己该干啥。啊，小迷糊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东西。咦，现在小迷糊又玩跑步机，干啥了？你们俩？你在干啥呢？去看着猫干啥呢？去看。再迷糊继续上，迷糊继续上。啊，给小迷糊奖励。各有各的心思，目的非常明确。这猫挺坏呀，我发现。啊，这俩猫真胆大呀！这俩猫，家人们啊，这两个猫胆，哟，you
吃得到啊？我们牛啊，这帮狗都不让我抱，现在啊，你看，它不让我抱，哎，我一抱它去，你看，不让我抱，这帮狗，狗天生就是因为吃的人在努力，啊，不能养一起，别让咬了，看给猫吓的，你没看没看着吗？给老大给。给腐女给那个小迷糊一顿拍，啊，猫一秒出四拳，唰唰唰，一秒出四拳。包子受伤了吗？包子，我看包子刚掉下去了，包子刚掉下去了，包子，包子你没事吧？包子，你刚才掉下去了吧？你都给包子吓的，包子，从哪这？包子，你都看见包子吓的眼睛都圆了。是花卷，猫厉害，猫不吃亏。啊，包子说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吓我老子一跳啊，吓我一跳啊。啊，你看我一抱花卷子。花卷子，小明过来了。你能打过他呀？啊？迷糊，你能打过他是怎么的呀？我俩不相信能打过他呢？啊？你看我一抱就不行了。包子两口子好看。好了，不能叫我了啊！不能放皮蛋出来，要咱放皮蛋出来玩会儿。我看皮蛋出来干啥？他着急忙慌出来干啥？他指定去找腐妞去。皮蛋出来没有别的事儿，他肯定就是为了找腐妞。你出来吧，我看你干啥去。把皮蛋放出来吧，不是我不想放他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？小皮蛋呢属于公狗，我怕老四咬他，知道吧？我也不想让他，我也不想关他，我关他干啥呀？你看又找腐妞去了，腐妞也找他，他也找腐妞。你看一会儿让老师看着，老师不得急眼啊，家人们。你看腐妞跟老四他俩不亲亲我我的，跟皮蛋他亲亲我我的，这不明显给我四哥戴帽子吗？家人们，啊，明显给我四哥戴帽子吗？这不是，啊，这帽子给我四哥戴的都摘不下来，啊。他们年龄肯定玩一起。小明行吗？该不要连说明天优惠吗？现在就优惠价，姐，啊，现在你拍就行。咱家现在是69块钱一罐，该不要我连说都是。在咱们家下方小黄车第32个链接，家人们在第32个链接啊。你们有需要的话，你们拍吧。啊，59块钱一罐，跑步机上的那你要你我跑步机上的你我要了。跑步机，咱跑步机不卖，跑步机是咱买的本身，这跑步机都成啥样了？这是俺家小迷糊的专属了，不能卖啊！俺家小迷糊的专属，那不是俺家小迷糊的专跑步机吗？这跑步机你看着是，家人们啊，是给这些狗狗玩，其实就给小迷糊买的。这跑步机，皮蛋配不上腐妞，皮蛋配不上腐妞宝宝。没有啥不可能的，家人们，我就这么跟你说，没啥不可能的，没啥配不上的，知道吧？那老四跟小石榴当时我也感觉配不上，那这就说小迷糊是怎么出来的，是不是？老四跟小石榴他们俩我感觉也配不上，是不是？但是到最后偏偏老四偏偏又制造出来的小迷糊，明
迷糊自力更生的工具。待会儿再咬了，一会儿就把它放回去。意外惊喜，小迷糊这也太意外了啊！你这整个活宝吗？你看小迷糊这不活宝吗？啊，这纯活宝吗？家人们啊，没见过这么勤快的狗子，家人们没见过这么勤快的狗子，是不是？千万看住，别被咬了，咬咬吧，家人们，要管不住他，他总想出来，知道吧？看皮大会不会，皮大他会不会？咬一咬吧，家人们，咬一回，我估计他下就怕了。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他不咬那一把，他永远都不知道，知道吧？我就希望皮蛋以后离老师远一点，啊，咬咬吧，你不咬他始终都不知道疼。你看着吧，家人们，不咬始终不知道疼。你看小皮蛋就想跟腐牛闹，你看着，老师过去了啊，我四哥过去了，看看这家从我四哥身上跳过来的啊，我四哥怎能受这种胯下之辱？四哥能忍，你能忍吗？四哥？小皮蛋刚从老师身上跳过来的，啊！咬一回估计就够呛了，够呛活着了。皮蛋喜欢跟腐妞和迷糊玩，迷糊啊，咱不玩了，行不行？迷糊啊，啊，一会儿玩累了啊，什么玩意儿？这老大怎么还过去了呢？迷糊，迷糊，迷糊来！啊，皮蛋！那皮蛋让猫挠了，这两天，我一看小皮蛋身上伤口也不少，知道吧？他身上伤口也不少，你看，哎，过来，皮蛋来，你过来，皮蛋。现在快来，让包子给挠了。啊，皮蛋你来，皮蛋。刚才什么过去了？老大呗，老大过去了。我看小明能累到啥时候？哎，你看，咱看小明来，咱看小明，三个看，咱都看小明吧。啊，皮蛋，你看皮蛋身上看，咱们看，看这个地方，看了吗？挨挠的那个地方，看了吗？你再看小皮蛋脸上，你再看小皮蛋脸上，皮蛋，你看头顶上啊，看头顶，看头顶，看看吧，看头顶了吗？皮蛋，看头顶，你看头这，看这会儿了吗？看这会儿，你再看这，看这会儿，操你哥，咬我是不是？这身上给挠的。啊，猫给挠的，啊，你是一点不老实，皮蛋子是不是？你都让猫给挠的，啊，都打疫苗咬了。皮蛋是谁的孩子呀？皮蛋是人送给咱家的，家人们啊，堂哥送给咱们家的。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家直播间啊，家人们，下方小黄车你们有需要啥的吗？拍的啊，咱家微量元素现在就是活动价，家人们啊，59.9元一罐，一罐400片大片的啊。大罐儿，家人们啊，买贵包退啊，咱宠物用品，家人们啊，明天上午10点半宠物用品专场，左上角没点直播预告，大伙点个直播预告啊，家人们。这小牛跑半天他也不累哈，咱也不知道为啥，小牛跑去半天也不累。哎，苗明下来。啊，老爷，四哥知道牛是自己的儿子吗？下面我感觉应该是知道吧。我感觉现在是知道了，原先可能不知道，因为原先我也被蒙在鼓里，知道吗？家人们，我原先的时候也被蒙在鼓里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老四的儿子。但是你没发现吗，家人们？现在你看，家人们，现在我四哥从来不吓唬他儿子，四哥从来不吓唬他儿子。啊，迷糊可以去报马拉松吗？我感觉迷糊应该可以去报马拉松。我觉得如果报马拉松啊，小迷糊指定比我跑得快。我跟小明我俩共同去报马拉松，他指定比我跑得快，家人们，而且比我先到终点。小迷糊知道护人了吗？啊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家人们，又想买辣白菜的啊，辣白菜啪一发3袋，一共3斤，
整颗辣白菜，整颗辣白菜一共是三斤啊，家人们。傻孩子也不累。以前那个狗粮卖了吗？以前那款狗粮不卖了，家人们啊。现在咱们家就是，现在咱们家就下方小黄车啊、第14个链接的狗粮，咱家这款狗粮啊，家人们，咱家这款狗粮，它适口性好啊，含肉量高，然后呢，冻干蛋黄、冻干鸡油粒什么都有，而且粗蛋白含量大于等于 24%， 适合所有品种狗子吃，而且狗粮不吃包退，知道吧？小明，你是不是缺心眼啊？迷糊啊？你知道这小狗子，这小迷糊是真有意思。哎呀，这跑步机你不停，它是真不下来。迷糊来，啊？皮蛋的欺负腐妞，以前呢，我最喜欢小迷糊了。刚关注你，你真的挺厉害的，谢谢啊，谢谢哥啊，感谢哥哥关注咱们啊，再哥哥点关注，啊，小迷糊锻炼的有耐力，体格的好，别让他跑了，我也不想让他跑，家人们啊。你看那小皮蛋子，这家人们，你看那个。俺家迷糊，知道吗？你不让他，你不让他下，他是真不带下来的，啊！跑步机你不关，知道吗？他是真不带下来的，除非怎么的？除非把跑步机关了，知道吗？小明能下来，你不关的话肯定不带下来的。好了 ，seven 啊，啊，累的舌头一伸一伸的。你必须给奖励啊，家人，你看我往那边走啊，俺们都不陪他，小明就不跑了，看着都不陪他，都不陪他，看他跑不跑了，啊，都不陪他，看他跑不跑了，不跑了吧？你看他不跑了吧？还得去，我估计还得去，小迷糊，三烦你，小明你不跑了，不跑我关上了啊，小明啊，跑不进你不跑我关上了，迷糊，跑不跑了？不跑我关上了啊。不跑，关上了啊！关，跑步机关上了。这家伙腐妞也上去跑去，啊！不然明跑，家伙啊！小明太累了，是不是？给小明奖励来。小明太累半天了，累半天了，关键我把小明累坏了。啊，小明啊，我看，成天人家小迷糊呀，为了咱们直播间的人气呀，家人们，小迷糊是受尽了。这受尽了，这算是什么，家人们啊？这不算是折磨，我的妈，这不算折磨，应该是，费尽了心思。俺家小牛也算是费尽了心思了吧，对不对？为了咱直播间每位好朋友们啊，为了大伙儿，让大伙儿开心啊，为了让家人们开心，我们家小迷糊也算是费尽了心思啊，费尽了心思了。所以咱们要感谢小迷糊啊，鞠躬尽瘁，感谢小迷糊啊。小迷糊回去休息会儿吧，迷糊来，回去休息会儿吧。啊，咱一会儿回来吃饭了，小迷糊进来歇一会儿吧。迷糊你过来，迷糊你进去，不辞辛劳，受尽了苦力呀。啊，小迷糊是吃苦力的呀。迷糊喝点水吧，迷糊喝不喝水？这孩子就什么，就是怎么的家伙，他就是啊，这累坏了。给迷糊累坏了啊！贡献呢？为了直播效果，小迷糊不辞辛苦啊！你去喝点水，迷糊来，过来喝点水来，迷糊来，小迷糊喝点水，过来来，迷糊，过来迷糊，来，迷糊来，你喝点，哎，喝点水，迷糊，喝点水，哎，对，喝点水，迷糊，来，这，你不喝了？好，感谢啊，感谢咱们家米粒儿啊，谢谢米粒儿爱上奥斯卡，感谢姐姐啊，感谢姐姐送来的礼物，家人们，咱给姐姐点关注，谢谢姐啊。
然后咱们准备吃饭，来，准备吃饭了，坐好了，都坐好了啊！我去省狗粮。来，开饭，开饭，开饭，坐好了，皮蛋子回家。咱们想买狗粮的啊，咱家这款狗粮有需要的话，你们可以拍一下咱家这款狗粮。咱家这款狗粮啊，所有品种狗的都能吃，不分品种啊。皮蛋子，皮蛋，接皮蛋子来。皮蛋子，回家。非得等我发脾气是不是？这皮，我发现呢，这皮蛋子也会拆家呀。自从小明把这沙发挠坏了之后，家人们，那小皮蛋现在娃娃在这里边撕这个棉花呀。啊，你看着，上次这沙发不让小明给整坏了吗？啊，自从整坏了之后，小皮蛋就知道上这地方薅棉花，小皮蛋也能拆家。皮蛋气儿，狗粮199米，家人们啊，想买好狗粮的啊，待会儿我可以去拍那咱这款狗粮，来。这还有个盆儿，啊，老四哥，四哥过来，四哥过啊，老大，我临别才知爱得如此沉重，是怕你心事决裂般无情。你说你想要逃，偏偏注定有落脚，熄灭了爱心了，想相信要不要，欢迎家人们啊，咱们点点亮啊，老师也趴下了，真听话，不让吃就不动。好了，来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走走了，咱们再开始啊。不许吃坐盆啊。预备，谁都不准动，等我把手落下之后
着急忙慌。你看，这吃饭嘛，咱这狗子吃饭就乱套。啊，他们几个吃饭就愿意乱套。嗯呐，都不太，不是都不是特别饿。天热也有原因。哦，天热也是原因。咱别喊了，要三皮现在可不好了，咱三皮，咱也不知道咋整，让跟谁都行，你让自己吃也不行，你看我让三皮自己吃了啊，我让三皮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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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来，好了，我让三皮自己吃。你看三自己吃不好好吃，他晚上给你顶狗粮，你看着啊，他自己吃的不好好吃，哎，谁踩皮蛋尾巴了吧，这个惨叫。我给你看三元钱啊，我看三元钱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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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吃不吃？你吃吧，吃吧，你吃吧，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好了，三哥不跟你抢了啊，又炒上饭了。炒饭呢，炒饭呢，咱在里边炒饭。直播间快黄了，对，直播间差不多了，黄摊子了。别管三文，不管三文不行，不管三文三文更愿意叫唤，知道吧？三文出去跟他们吃饭，那得叫唤。三文放在里边还能好一点，知道吧？他不着急，没训好，对。慢慢就好了，慢慢就好了。他就是着急，不像三元原先自己的时候，知道吗？俺家三元原先自己的时候，啊，他吃啥不着急，没人跟他抢，知道吧？那时候没人愿意跟他抢。现在吧，狗一多了都跟他抢，三元总是感觉啊自己吃不饱。三不好好吃饭，喜欢乱跑，这里玩一下，那里玩一下。好好吃吧。嗯，你吃吧，我没人看你了，不看你了，我也不瞅你了。你吃呗。你看你，你看你和老四哥多好。你看老四啊，你看咱四哥家吃完饭之后往这地方一趴。谁也不跟谁吵吵啊，自己那碗饭吃完之后就走。啊，是不是吃完那碗饭出去走，也不干别的。看包子吧。是不是四哥啊，四哥事少，我四哥事可少。四哥成熟啊。这狗子一看就成熟稳重。啊。直播人气都不好了，因为他叫的好烦。有皮蛋直播间直播人气都不好了，因为他叫的好烦。那也没办法，家知道吧？皮蛋咱不能给人送人呢，咱不给送走啊。皮蛋，哎呀。
咱家就是狗越养越多，我这人吧心软，我不想把狗送人，知道不？我不想把狗送到什么地方去。你说我老丈人养他养，我就给他送给他，他不养我就给拿回来。他说他送给人，知道吧？完了，老丈人说不行的话，你那养不了的话，那送给我小姨养，知道吧？送给他亲戚养。我说那不行啊，那狗是韩哥给的，是不是？韩哥给咱家的，咱无论如何的话，咱不能给送人呐，是不是？咱自己养也不能给送人呐，是不是？皮蛋的技能就是爬来爬去的。你们要不喜欢听皮蛋叫唤的话，家人们，皮蛋叫唤吧，我是因为他为啥叫唤呢，家人们？因为皮蛋着急啊，家人们，我是想把皮蛋的吧跟老四分开，因为我怕老四咬着皮蛋。你们如果要不愿意听皮蛋叫唤的话，明天我就把皮蛋放别的屋去，知道家人们，把皮蛋放到别的屋去，放在楼上啊，放楼顶，知道吗？楼上还有一层，不愿意听他叫唤的话，那没办法啊，也是屋里头，他也不叫唤了。是晚上皮蛋叫唤是那闹挺，家人们，嗡嗡的，他叫唤声音大，知道吗？可以，我是习惯了。别给分开，小家伙太孤单了。别送，不养都，别送，不养都养了，养了就要负责。送人好可怜，舍不得。适应，大家理解一下子。皮蛋很可爱，小活泼，是不是大点就好了？他就这种小狗，家人们，小皮蛋就这种小狗，知道吧？他就是激动。着急，这小石头这个腿怎么回事啊？小石头腿，哎，小石头这个腿是什么问题呢？家人们，小石他腿一点毛没有，但是他骨骼里头不行了啊？他怎么后走道是一瘸一拐的呢？啊？难道俺家小石头骨头有问题？骨头内部有问题？啊？因为我拍片子拍的是小石头。那时候小时候早就瘸了嘛，这一后腿一瘸一拐的，他后面是怎么事儿？难道内部里边有炎症之类的骨骼的事儿啊？你看他一瘸一拐的，是抽筋，缺钙抽筋，髌骨脱位，不是髌骨脱位啊，因为我带他检查过不止一次，知道吧？我在杭州的时候给他检查过啊，拍过片儿。回牡丹江之后吧，我还找大夫给他摸过，知道吧？也没事儿啊，也没事儿。他只应疼，但不知道哪儿疼家，我也不知道他哪儿疼。正常，实就是跛了。我也看见了，石头后腿有问题了。他这个后腿有问题已经很长时间了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，知道吧？他这个不是正规医院，都是江湖中郎中，都是正规医院。我去的医院，这都是正规医院。我去那家医院，我在杭州去那家医院，什么医院？家们，给那个俺家可乐针灸的，知道吧？针灸的，人家针灸好很多狗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？我去的牡丹江医院，牡丹江这个医院的话，是我牡丹江最好的一家医院了，设备也是最全的一家医院。牡丹江，啊，我家狗也这样似的。可乐呢？可乐在助理家那呗，吃鲨鱼软骨素就好了。嗯，小石头他这个，我估计他就是习惯了，知道吧？但是小石头抢东西啥一点不耽误跑。家人们，就比如他现在想抢个球吧，小石头唰唰的那腿跑得可快了。他一点不耽误抢东西，就特别灵活。他这个脚，有的人年纪大了不喜欢太吵。小皮蛋不叫就好了。我跟你说，有好多像小皮蛋这种狗，都给他做什么家？把声带切除呢。小狗小泰迪，家人们知不知道？我跟你说，做声带切除最多的狗就是小型犬。大型犬没有做的啊，大型犬没有做声带切除的。小泰迪啊，小博美啊，小鹿狗嘛啊，那些狗做声带切除的可多了，
知道吗？大狗真没有做的。你不关皮蛋啊，它也不叫唤，它咋不叫唤呢？你就我直播时它不叫唤，我直播不叫唤，晚上的时候就叫唤皮蛋子，削它，晚上那叫唤，汪汪叫唤，它看猫在那动它就叫唤，它看猫叫皮蛋子。赶紧遛狗去吧。皮蛋晚上不睡觉的，看着猫，知道吗？包子，这皮蛋是天天挨揍，你看皮蛋也得要塞。关节炎，石榴来，石榴过来，石榴来，石榴来，你家吧，你说小石榴自己知道他自己叫石榴哈，皮蛋来，皮蛋过来，这皮蛋不敢来找我，皮蛋来，皮蛋来找我来，皮蛋子来，过来，皮蛋来，过来，Seven你可别叫唤了，你看看你Seven，我非得把这个门给你开开，真的了Seven，啊，非得把这门给你开开，那咱都上这边来玩，离得远点。哎呀我的妈，家们需要狗粮的啊，咱拍单狗粮啊，家们家里有狗子的，咱的狗粮是20斤的狗粮啊，冻干五瓶粮20斤的啊，家们只需199米，只需199米啊，完了给狗拉狗拉，我得去遛狗去了。咱家这款狗粮是一个鲜鸡肉的啊，家们，然后呢它的粗蛋白含量大于等于24%啊，而且咱家这款狗粮是个大厂家的，家们啊，现在呀小作坊的狗粮，家们小作坊的狗粮有很多便宜，家们大伙一定要知道一点，它便宜指定没好货，知道家们，你家小作坊的狗粮它卖的便宜，2-3块钱一斤，3-4块钱一斤的狗粮，我跟你说家们，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，知道吧，那狗粮给你们往里边给你掺沙子呀，往里边给你掺，家们掺土啊，是不是掺锯末子呀，掺麦秸子呀，家们知道吧，那小作坊狗粮就你看咱家这款狗粮啊，家们山东汉欧的，家们山东汉欧生物科技的，你们都能查着，跟某粮说啊，家们咱都是一个厂家的，知道吧，大厂家的狗粮啊，值得信任，值得信赖啊，家们啊，想买好狗粮的，咱这款狗粮咱狗一直在吃啊，199米，家人们，咱家这款狗粮，别人家五品粮，家人们，你看蛋黄双品粮啊，人家20斤的狗粮都卖到将近300块钱了，哎呀，将近300块钱了，咱家狗粮还199米呢，知道不？我有时候真我有时候真想把咱这好狗粮推荐给大家伙啊，大伙感觉狗粮贵，是家人们，跟那2-3块钱一斤的狗粮指定是比不了。哦，但是咱家狗粮是货真价实，里边都是正儿八经的食材，知道吧？没有像是什么沙子、水泥啊，什么锯末子啥的啊，家人们，知道吧？皮蛋咬东西了，你那皮蛋可皮了，菜鸡啊，小皮蛋子，你看自己玩可开心，那皮蛋自己玩多开心，看自己玩可开心了，皮蛋。自己玩的开心，真心不错。咱家狗粮都是好评，老铁们，狗都不吃包退啊，199米啊。买狗粮，你们这种大厂家，这个厂家他马上就上市了，知道吧？上市公司了。老师啊，过来，走走。出去了，走，哎，咱出去了啊，老师，遛狗去，我家狗喜欢吃，感谢家人们啊，感谢大家伙，然后咱基本直播就到这了啊，家人们，我遛狗去了，谢谢大家伙啊，拜拜，家人们，谢谢咱直播间每位好朋友们啊，咱们明天见啊，家人们，明天见，拜拜，辛苦大家了啊。辛苦大家伙在我们直播间替三幺爹啊点亮啊双击。
跟我唠嗑，跟我说话。谢谢大伙，咱们明天见。拜拜家人们。啊，明天上午10点半宠物用品专场啊，拜拜。你看我一说拜拜家人们，咱家人全回来了。我一说拜拜，咱直播间满屏飘都是拜拜。啊，证明大伙没睡着啊。是不是？拜拜家人们，谢谢大伙啊，走。